二人转非常好。哎，二人转，这也可以。不是，刚刚那几个是戏剧，这二人转是我们曲艺当中这一门类，这你也行是吗？不是，也能唱。如果咱们真的不能唱，可以拒绝他。对，你说我不唱，没关系，你会唱啊？会唱就唱一个。啊、哎呦，还有手绢呢，这手绢可得转起来啊！我转得起来。是吗？嗯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家家团圆回呀，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，也不论那男和女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都把那个新衣服穿呐。拿个新衣服穿呐、啊，哎呀，哇，好棒！李丁啊，全程没找着板，最后来个亮相。问一下爷爷啊，你看小明鹿他会唱这么多剧种，是不是？您觉得他哪个剧种唱的最好？嗯，那也叫我说，还是豫剧。哎，刚才身子我们都学了，这唱宝宝能教我们几句吗？教我们唱豫剧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最好的，好吗？就是我一开始学的豫剧《花木兰》。花木兰，啊，第一段他就让他学的豫剧，大家很熟悉的那一段是吗？对。啊，刘大哥。好，那你先给我们来唱两句好吗？刘大哥讲啊话，你太偏。哦，这偏。谁说女子像？清闲男子打仗都别管，女子纺织在家园。好了。好，哎，我怕唱多了你们学不会。哎，你看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之前我们这一段也经常听，但是好像我们听那种都更像歌一点。是，他这种唱法好像就是那种真正豫剧的那个腔调、啊。而且人刚刚说了，我怕我唱多了你们不会。豫剧大师常香玉，常香玉大师的一个代表作了，代表作。对对 对, 对，没错。这更得要好好的学。对，这个第一段都是学的这一段。没错没错啊。来吧，哎、那这个试试今天我们咱就学两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咱就学两。不要讲话，李太监，就这一句嘛。就这。一句哈、啊、好来，刘大哥讲了话，理太偏，谁说女子行了，好吧，我们这学生笨一点您见谅啊，咱就先来这一句就得了啊。那你觉得谁先来？你找那最差的那个。对，找一个最差 的, 最差的。哎，你看，孩子是不会撒谎的。为大家唱一下啊，好吧啊。刘大哥讲话，调门立啊，调门开，不是高点。人家刚才小明鹿什么调门啊？小明鹿什么调门啊？刘大哥讲啊话，刘大哥讲话啊，理太偏，谁说女子像清闲，男子打仗在边关。女子纺织在家园，恁要是不相信呢、啊、请往咱身上看，咱们的鞋和袜还有那一火山，千针万线呢、啊、都是咱们点呐、啊。哇，五分吧，五分，好吧。你可以评论，你可以打分。满分是一百分吗？对对对，你给他打几分？一百分，我给他打85分。哇，这么高的评价！谢谢谢谢露露老师，他们都是上过春晚的人，所以大家相互学习。谢谢。哎，那这个李丁将来能当你的搭档吗？对，能。能。